商店，天气很好，出了大太阳。昨天很担心，因为瞬间降了十度，台北市变得好冷，大家开始有点过敏跟感冒的现状，甚至开始下雨。所以今天起床的时候，真的 ，Thank God， 天气非常非常好，而且有阳光，然后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晴天，所以谢谢。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know how to feel. 他们现在已经在外面了，然后会经过层层关关的考验，因为姐妹们今天非常多难题。打架了。好期待，我好想看哦。对，不过我要乖乖的待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呼吸都 OK。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把我们美丽的媳妇儿娶回家啦。好，我们带了一些礼物来。好，然后呢，希望妈妈会开心喜欢。会，一定喜欢。我女儿一定听过。妈妈没有在听的。对。And if you get them wrong, you have to show us the money. That's right. Okay.Really, you have to show us the money. We have one last tap line, which is call. 对，打电话。Yeah, 1000. 哇，很值。而且我今天又到了。哇。这还是我上面。Ten. 是啊。
so panic and watching over him. If you can't stop and least smile as you go.